原本業主咧後面呢個一樓嘅時候就2008年就用呢個1647萬買入嚟啊，咁就仲帳面就獲利呢個嘅2003萬，大升1.2倍。恭喜業主啊！政府派錢啦！喂，大家好！哇，香港政府第一條毛，200億買鋪，講咗成2-3年嘅時候，一條毛都冇，而家第一條。後面呢間鋪就講係圓洲街長沙灣呢度嘅時候，就成交咗3650萬，就係呢度嘅一樓嘅單位，寫住呢個嘅卓越盈豐行道會，哇，難念死咁。同埋呢個叫做上南天華，好鬼難做，咩叫上南天華咩嚟嘅 ？Anyway， 總之呢一嚿嘅鋪咧，係你望下放埋先。呢度就圓洲街人流網對面，人流網對面，但係陰陽街嚟㗎啦。咁呢度咧就講係嗰個嘅圓洲村啦。然之後再轉過嚟嘅時候咧，就係呢度個呢個啦，就街市位啊。咁呢度就 OK 啊。呢個就長沙灣呢個位 ，exactly 個基本資料先。影響呢棟大廈就一樓連埋呢個嘅上面呢個啦，唔係連埋上面，即係影上面個人啦，就一樓呢個位嚟㗎。好，即刻收資料，你睇到個大概。咁啊，呢度咧就講係長沙灣圓洲街362號呢個上南天一樓啊，一號同埋二號鋪，連埋呢個外牆啊，上面呢度啊，跟住講政府咧就用呢個3650萬就買咗入嚟噶，建築面積就3600尺度啦，今日入嚟睇睇咧，咁啊再尺價就講10139萬啦。咁啊呢度讀啲基本資料你聽啊，政府咁講啦，嗰時曾經講過200億買鋪嘅時候160項啦，咁就個形容啦，呢個就一個我覺得一個市值位啦，個三大啟示啊，我成日都覺得。三大啟示就邊三大？放翻對面睇嘅。三大啟示嚟自就由呢個嘅政府一路講話咩？你200億買鋪嘅時候，2019年2月份講到而家2年幾嘅時間啦，終於啊，即係得第一條毛啊！之前一條毛都冇。咁啊，就嗰時咧，政府仲話咧係講話咩38000蚊每一尺，我就話計錯數，邊度咁鬼死貴啊？大佬買夾級商廈咩？而家第一單就講係10139蚊，咁啊啱數啦 ，make sense 啊，綠水油嚟嘅，我相信會係。200億嘅鋪咧，就係第二個啟示，就係等於啊，係2020年上年啦，成年嘅總成交量鋪市啊，今年就 double 啦，今年就多啲成交啦。但係即係話，如果咁樣每個月買一間鋪，買一間鋪咧，就要買45年啦。如果真係想幾年內，即係當3-5年內買成嘅買曬嘅話，咁恭喜業主啦，對鋪市咧大嘅刺激作用，因為始終咧業主嗰啲嘅資金套現咗，會回流呢個鋪市嘅嘛。第三啟示啊，只要呢個 Omicron 嘅時候咧，總之唔好大幅影響香港啦，咁就明年通關咧就會帶旺核心鋪啦。政府買鋪咧，呢200億嘅時候又會帶旺呢啲民生鋪啊。咁總之就係鋪市應該最差就過咗噶啦，冇事。總之大家量力而為啦。OK 啊，靚位5分位啦，始終樓上鋪唔係地鋪，10000蚊尺差唔多啦，仲平過住宅。嚟緊咧，政府咧都真係正式喐手咧，嗰200億買鋪嘅時候，我相信對鋪市咧都有正面嘅刺激作用啊！係咁賣，係咁賣嘅時候咧，我相信即係資金係咁回籠啦。跟住投資商務基金嘅話，就嚟我哋2021年第四季嘅集資座談會啦，港幣6000萬。咁我哋 lunch time 係咁嚟，係咁嚟噶啦。咁就好多場都敷啦。咁我親自喺嗰度同你解釋下我哋基金點樣運作、點賺錢啦、點升值啦。知識揸住800萬以上港幣流動資產人士非物業啊嚟參與啊！咁嚟緊我哋繼續買鋪，目標買足香港1000間街鋪啦。盛汇首只开放式基金盛汇商铺增值基金于2019年8月推出市场。该基金由李根兴博士创立，盛汇专业团队管理。盛汇致力集资买铺，提升配套及引入优质租客为商铺增值，并为买家提供优质售后服务。截至2021年11月，盛汇商铺增值基金合共买入地铺44间，共值港币7亿9000万。卖出地铺15间，共值港币2亿7500万，获利成交宗数达100%。想了解更多，欢迎嚟临盛汇商铺基金讲座。